行的人。今天的牧师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拄着破口，踢着破口，请咱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甲疼痛，予咱会当同齐做伙来到主的面前，做伙来敬拜，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遮尼疼阮，予阮伫生命中有软弱艰苦的所在，因为主你极大的疼痛医治头帮阮，予阮经验上帝你的恩典。过一摆也通过阮所读的圣经，予阮得到警醒。伫阮的生活内底，阮要怎样顺探上帝你的心意？恳求圣神引带祝福伫阮的中间，予阮听甲讲的，拢通领受上帝你的恩典甲祝福。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是总会所定环境的主日，望咱做伙关心地球甲生态，对咱所食饭的猪来改变，予咱会当炸家己的猪来食饭，也予咱会当省水、省电、省油等等遮个，予上帝赐予人类的生态会当得到保全。良好的代志，即使若必损，就即个必损若无赶紧来甲伊处理，即个必损就会变作破口，也是讲叫做破空。伫咱的经验内底，咱所食的碗盘啊，有时阵烧水甲呛落去，伊就闭起，即因为中间已经有必损。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身体有时的受伤有空嘴，这个空嘴我们如果没赶紧来给它治疗，这个空嘴就渐渐不然在那发红，发生大的问题。同样在我们的情感或是感情的中间也同样，有时候我们遇到伤心的事情，意思我们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带予咱挫折感，亲像伫恋爱中的男女，因为失恋的缘故，当然伊的情感受伤，这个受伤就带予伊生命的内面一个破碎，也是一个空碎，伫迄个所在，予这个人未食未困，总是这个破空，也会当支持咱的灵性的方面。就是人甲上帝关系无重视，也是人甲上帝中间人渐渐伫怀疑上帝，伫信仰的内面有软弱有冷淡。虽然讲迄个破口，也是讲迄个破空，会当指物件，会当指咱的情绪，嘛会当指咱的灵性。今咱对读圣经的进度来看，撒母尼记上卷，咱们对第二章看到第四章，这予咱一个真水的例，就是家庭及信仰中间所发生一个大问题，咱也甲称作这是一个家庭的破空。就是记载这是伊利的家，伊两个囝，这两个囝名叫做何芬尼，一个叫做菲尼哈。咱若对整个圣经来看，一个祭司伫上帝面前来服侍，总是伊家庭的囡仔并无乖。圣经通看见几项的代志，伫第二章十二节安尼记载讲，伊的囡仔是歹人。那用现代中文译本来看，叫做无赖。意思是南山来南山做。第二项，伊个囡仔是唔捌耶和华上帝，伊个老爸是一个伫圣殿敬拜上帝的义理祭司，
总是伊个囝，这两个囝唔捌上帝，唔然呢，佫无遵守伫圣殿献祭的礼仪。当人民将祭物带来到伫圣殿来献了上帝时阵，伊哩两个囝就叫人摕签仔去，把迄个上好的肉摕当去伊个厝个所在来用。即咱看到，伊哩这两个囝伫上帝目睭中是一个犯罪，是得罪上帝。唔然呢，圣经讲，因是藐视耶和上帝的罪名。第三项，伫圣经安尼描写讲，这两个囡仔也甲伫这个会幕门口的中间，即个妇女疏通，中文讲同情。啊，现代中文也不能甲叫做苟合。就这个两个囡仔，唔然是侮辱伫上帝的罪名。要过伫圣殿门口，即个服侍，而即个妇女，甲因有疏通，无好性的关系。咱看见伊哩对这样代志，当然伊知影。咱来看圣经第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到三十五节，咱通看见伊哩对这样代志，伊甲两个囡仔讲：为什么你做这个代志呢？我对在百姓中间有听见恁所做歹的代志，我的囝唔通安尼。我有听见耶和华的百姓传出恁无好的名声，人若得罪人，要搁有上帝来做裁判。总是人若得罪耶和华上帝，至少会为着伊来祈祷呢。总是后边这句话讲。伊个囝也是无听伊老爸的话。伫这段圣经内底，予咱看见，伫一个家庭内面，就以忠心服侍上帝这事，总是伫伊个厝里内底有破空。这个破空就是伊两个囝无敬畏上帝，唔然呢，佮滥三行、滥三做，底下得罪上帝。当然做老爸的知道这个事情，也给他口供，他在这里给他口供这两个囡仔。但是我们知道就亲像蚊子在顶牛角一样，听蒙听也照常滥三罪。总是在做老爸的，不然说他囡仔没要听，还没有积极的作为，两个叫来那该口供，爱该修理，因为恁无敬畏上帝。那该修理，都爱搁传来搁伫上帝面前，底下认罪悔改。总是这个伊哩，讲者安尼那点，必须咱看经过圣经讲，伊哩两个囝，和上帝来处死，那呢？伊哩啊，上帝会读伊哩圣殿服侍上帝这位。兄弟姊妹，咱若看这段圣经的时阵，我想咱的心犹原同款有这种的着急甲不安。发生伫伊哩这个家庭的代志，会破壳，迄个破口，有可能嘛发生伫咱的家庭内面，特别是受好调。来服侍上帝牧师，有人讲牧师囝大好大歹，咱真意爱牧师囝拢是好的。唔然是牧师囝伫教会服侍上帝，诶，长老执事兄弟姊妹，咱怎样来看待咱的囝子？有时阵，咱做父母的真敬虔服侍上帝。在教会尽心来侍奉，总是有可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子女是很背骨的，很叛逆的，就是不爱来做礼拜。求上帝怜悯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脱掉我们处理里面所面对这些破空破壁那个必顺，求上帝怜悯，让我们的家庭
在上帝的怜悯认罪悔改中间来得到医治，重新得到恢复。有一本册，这本册名叫做《脱掉迄个破空》。这本册内底所有描写是讲，人有七件代志，是主动人甲上帝中间亲密的关系。咧描写人有七种的破墙、破口伫咱的生命内底。第四，人无法度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这本册内底提出七项的代志，头一项。你讲起生活内底的罪，这个罪当然唔单单是咧指外在做歹代志。你讲生活中的罪，你讲起咱内在有罪罪，即个自私、计较、冲突、冤家，伫咱的生命内底。其实，咱每一个基督徒，咱的生命内底常常是充满在负面的歹的代志，伫咱生命内底。当然，咱甲上帝关系就无法度伫遐得到和好，这是头一项。第二项，咧讲起咱的嘴子无好好来甲管教，伫有意无意的中间，咱就讲人的长，讲人的短，也伫人甲人的中间。来散布无正确的消息，还是讲伫人甲人的中间来传播无好的事，这就是咱误用无好好来用咱的嘴子。第四，伫咱的环境内底有冲突，有讲真侪阴暗话、八卦，伫咱的教会、伫咱的社会内底。第三项，就是靠时间来控制咱。因为咱真无闲，无闲工作，无闲趁钱，第四个咱无时间通好上帝，咱无时间通好礼拜，咱无时间通好灵修来亲近上帝。第四个讲成功的罪，为了追求世间的物质、福气、名声、地位，总是咱无认真。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第五项讲虐待身躯的罪，爱大食大啉，食 all you can eat 啊，即个食个饱，即个物件，必须让咱的身躯无健康。有时阵咱也常常啉酒啉过头，爱食薰博薰。希望这个跟地球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但是伤害到咱的身躯，因为身躯就是上帝的殿，不是咱滥散用药物、吃毒等等这些，这拢是对咱的身躯带来虐待，致使咱无法度有圣洁的心来亲近上帝。第六项，无关心、冷淡。无去追求良善，对社会的公平正义，咱无关心。最后一项，就是烦恼忧郁，对上帝无信心。即使咱伫生命内底常常会看路困未去，有超凡这些，即个这本册是要描写讲，因为安尼就会阻挡咱。跟上帝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因为在咱的生命、在咱的肉体、在咱的情绪的中间，咱有破空，咱有破缺，咱有必损，必须咱无法度跟上帝有一个真亲密、好好的关系。这就是咱的破空。在生命内底，即使有破空的时阵，就会带来真大的危险。就像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在这世以利的家里面，做老爸真尽心在教会服侍，在圣殿服侍，总是他的孩子南山罪无敬拜上帝，在这个家庭里面就带来一个破空，必损在那个里面，必须上帝就兴发以利的家。兄弟姊妹，检察官牧师的信息较严肃，
不过这样是真实际，在咱的生命里底，人起做城池，人起做这个城墙，是要为着防止敌人入来到底这个城墙的里底。总是这个城墙，即使若破壳，有破口，在迄个中间就有可能，迄个对敌通过迄个破口的所在，攻入去这个城里面。致使迄个城内底人民拢受损害。亚利米斯是一个爱哭的先知，就是咧描写这种的情形。亚利米为着伊个国家，所有人民背逆上帝，致使上帝刑罚兴起巴比伦的帝国，将因来掠去。亚利米先知底下讲：上帝啊，你吩咐我五人民讲。我的忧伤，忧伤什么？因为我的目屎亲像水道头安尼在流，我的目屎未停止，因为安那我的同胞已经受伤，因为因受到上帝严重的打击，因为因离开上帝，背逆上帝。亚利米底下提醒，伊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有破壳、有破口、伫破空，伫国家的中间。致使这个国家爱面对灭亡、亡国这种的情景。亚利米底下为着国家底下祈祷、底下忧伤。一条河、一个水坝，即使那是有破空、有必损。通过大水来，这个水坝有可能会破去。咱的圣诗416首，讲一滴一滴的水会成作海遐大，一粒一粒的土沙会结作地甲山。咱唔通看迄一滴一滴的水，一滴一滴的水，嘟嘟嘟嘟安尼咧滴。地料的时阵，厝就漏水。我想咱加减拢有这种的经验，细细破壳、破口，若无马上来处理，该塌掉咧。若无的时阵，和这个必损、迄、那个破口的所在愈来愈大的时阵，有一天咱就无法度来收拾。迄种的损害、迄种的灾难就会愈来愈大。遐就是袂。咱知影魔鬼就是咧敲锤，都有破壳，都有不顺的所在，伊就伫遐来做腐败的工作，伊就伫迄个所在做欺骗的工作，和咱的生活、咱的家庭、咱的教会伫遐拄着损伤。华语安尼讲，魔鬼无孔不入。哦，咱中文的这句话讲无孔不入，你若空，伊就对遐钻入去。咱的家庭，然后这种的破空，魔鬼就对迄个所在钻入去。咱的教会，然后破空，同款魔鬼就对迄个所在钻入去，来做腐化的工作、腐败的工作，底下分裂的工作，伫教会内底。彼得经书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安尼讲。恁都爱警醒，因为对敌魔鬼亲像好山，行来行去，要敲碎通吞食的人。恁的信心就坚定，都爱抵抗伊。诗篇60篇第二节，拄只咱所读的圣经，是真讲上帝啊，求你将阮的空嘴来医好些。上帝啊，我的生命里面有空缺，我的身躯受伤，我的心灵有痛疼，上帝你给我医好些。若无在那个受伤的破壳、那个空缺的中间，就会面对更大的灾难，那个败坏在我的生命里面，那个破壳、那个破空就会带来真严重的危险在咱的生命里面。就是咱知影这危险，知影破壳无够，
像咱这样破空，这样危险无够。上重要的就是咱要真做一个踏伫迄个破空的所在。咱知影无够㖏，有真侪信用、真侪道理，咱拢知影，但是咱有时阵做袂到。咱要真做一个踏伫迄个破空的所在，咱要真做一个踏伫迄个破壳的所在，伫遐弥补，伫遐安慰，伫遐陪伴的工作。咱要哪做，都是按参悟来建造。咱做伙参悟，做伙建造。咱看伫尼希米记，伊知伊个国家面对着遮尼大个灾难，要落撒冷面对城市破坏的时阵，尼希米就辞掉伊个工作，倒转到伊个故乡，呼吁遮个百姓讲：起来，咱三甲来起做，让我们一起来建造吧。咱做伙来为着咱的国家、咱的城池、咱的教会面对破坏中间，咱做伙来起做，不是讲咱当边啊看就好啊。迄是因家的代志，跟咱也无关系。同款兄弟姊妹，在咱的教会内底，咱检查看到教会中间，咱有破壁破空的所在，咱唔通讲啊，这跟我无关系。这是教会的事情，有牧师有长老会去处理。我们也不能看到这些必损破壁软弱的所在到处去宣扬。我跟你说，我有看到某名人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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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你不要去别人说，一个是不爱管，一个是到处去跟人说。刚才咱有讲到哈，堵住破口的七种的软弱，兄弟姊妹，咱正做教会一份子，你有看到这个时阵，咱都要起来三个建设，来帮咱，来安慰，来斗三工，安尼好唔好？你唔通卖管你。你也不能去世界去宣扬，去报告给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我们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诗篇106篇，诗篇106篇记载以色列人他有空嘴，他有破空的所在，有几项写在这个所在。诗篇106篇，诗篇106篇的作者在提起上帝百姓在旷野中间有几项的破壁，头一个未记得上帝的信者技术，因未记得上帝的信息怎样带领因出来及旷野享受玛纳恩吞有水泉给因止渴，因未记得。第二个部分就是因在旷野中间对上帝无信心，不断地在试验上帝、试探上帝。第三项，讲伊接到上帝罗卜、摩西甲阿伦，嫌东嫌西，摩西、阿伦因无好，为什么管带来这个所在？拄到代志就埋怨、批评，在这个中间。第四项。当摩西到底先来山领受上帝十条诫命的时阵，阿伦做金牛甲百姓底下来拜偶像，都是咱看这段视频到底上重要的所在，就是伫23章。咱看23章拄则所读的圣经，讲男是有上帝所拣选的罗伯摩西。点在迄个中间，原文叫做“那唔是有摩西点在迄个破壁破口的中间，挽回上帝的受气，从今伊就消灭所有上帝百姓。”底下内底有一个真关键的字句，就是“那唔是上帝百姓摩西点在迄个破空的所在，底下从啥？”你想摩西在那个破空的所在做什么？我们看整个的生命记、民数记，
摩西在那里用上帝来祈祷，说上帝啊，你若要毁灭这些百姓，求你将我对生命册中间来提掉。摩西就徛伫迄个破坑、迄、那个壁损、迄、那个破车的所在底下来向上帝祈祷。圣经记载讲，也因为摩西这种的祈祷，现在中文也本讲摩西极力的争取。不过后半的圣经写了较好些，讲伫迄个破车的所在，摩西底下为着上帝来祈祷，上帝就底下来怜悯挽回伊的受祭。兄弟姊妹，咱看见以色列人伫败坏弃杀上帝的时阵，有一个摩西伫迄个破车的所在，伫遐替上帝祈祷，有上帝怜悯，有上帝赦免伫人的中间。我真期待咱伫教会内底有亲像摩西这种人，他掉伫迄个破坑的所在，底下为着教会祈祷。当咱的教会需要有一个新的执行牧师的时阵，咱毋是伫后壁讲真侪闲话的，咱是为着这个代志同齐做伙，为着教会有一个新的执行牧师，咱同齐为着教会来祈祷。咱若看见教会有软弱的所在，咱就真像摩西同款，伫遐起来同齐做伙来祈祷，和咱的教会、咱的家庭，才会当得到上帝祝福伫咱的中间。阿妹吗？第二项，咱要安那来踢掉这个破坑，就是爱用听，这个翻译叫做用爱愈合，但是台语讲用听和破坑的所在回拔起来，用听和破坑的所在会当回拔起来，都亲像一个外科医师手术了后，然后佫改听起来，迄、那个破坑的所在改听起来，用听把迄个破坑的所在改听和拔起来，那无伊都。工人伊就伫遐发炎，伫遐受到排菌搁较大个侵入。咱知影科技愈来愈进步，伫科技愈来愈进步个时阵，所有物件歹去、破去、弊去，拢会当用一种强个粘着剂啊，黏个物件家己搁较黏起来，黏个好势。当然物件会当安尼黏，甲黏个好势，总是当咱。甲上帝中间有迄个破口的时阵，咱要安怎做？咱无法度提炼的物件，甲咱炼起来，咱就是会当通过咱的认罪悔改，重新求上帝赦免、医治、甲逃亡，来恢复甲上帝一个好的关系。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甲第九节就安尼写讲：上帝对咱显明伊无比的疼。那个疼就是当咱要做罪人的时阵，基督就为着咱来死，因为伊的死，予咱得到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伊的死，予咱脱离上帝的愤怒甲受气。兄弟姊妹，什么是用疼回拔起来？咱知影伫家庭的中间，没有家庭圆满，毋是咧讲理由。先生对太太对，是在讲听，用听和那个空嘴拔起来。我实在遇到一个例，在教会中间有两位、一对夫妇，爱拢是这个新竹这个科学园区啊，真优秀的工程师。但是这对夫妇常常冤家。先生常常加班应酬足晚才回来，若回来就看到太太遐无好势，遐无好势，就伫遐受气。太太嘛真艰苦心，所以家庭常常有一挂冲突伫迄个内面。到底一工实在是真严重，不得不爱找牧师来处理这个家庭的问题。确实有影拄到这个事嘛，真恶伫处理。
总是伫迄个面对这个事的时阵，上帝忽然给我一个灵感。我跟你讲，恁两位拢是真高的知识分子，拢是伫科技的公司内底真高级的领导者。我请问恁，恁若一个政策、一个方法咧处理袂好势的时阵，恁在换另外一个方法无？用行销来讲，讲你若咧推销一个物件，若袂好势时，你会阁换一个方式来处理无？伊讲当然嘛会安尼，啊若无变呐，伊讲对，伫恁的婚姻内底嘛是安尼。你卖敢那用一种方式，敢那看到无好势，你当用另外一种的角度来处理恁夫妻中间的问题甲感情。上帝这个帮助恁。予恁伫三天的中间，会当找到好的方法，予恁的问题得到解决。啊，这毋是我袂晓做这么好的辅导之类。这个过程内底，上帝忽然予我一种的感动。经过无偌久了，啊，这对夫妇敲电话来讲，哇，牧师真感谢，我的问题得到解决，我用听来得到解决，我拢真无闲咧工作。啊，厝会安那？我着找一个方式，着请人来拼厝，安尼着解决啦。安尼讲，安尼足简单呢。兄弟姊妹，伫咱的问题内底，家庭的问题内底，咱需要用听的出发点来弥补，来填补咱中间迄个破口、迄个不顺的所在。最后，咱来用合一的见证。合一不是统一，统一就是讲大家穿同款的衫，讲同款的话，做同款的代志。合一是啥物？合一是彼此伫尊重内底，无同款的文字，无同款的材料，无同款的看法，但是咱的目标拢是同款，就是要成全基督的圣父。所以孔子讲一句话，安尼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真有意思。伊讲君子是合大家做伙，但是你有无同款的材料、温素，和咱会当共同伫合一内底来生存。但是小人是啥？表面上大人拢真好，但是伫后壁呐，互相咧讲歹话。又说出第二章十四节，因为主耶稣和咱和睦，将两个合作一个，拆离中间隔离的墙。有破口的所在，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咱得到合一。咱每一个人拢知影，美国的最近的教会 Robert Schuller 在开始的时阵。这间教会在开始的中间，大家真合一，真同齐做伙祈祷。但是这个教会到伫大了后，意见真多，声音真多，分派伫迄个内底，后来就发生问题。我捌到伫捌到一个中南部的某一间教会开拓的长老做伙分享。因为当时伊对一间母会出去开拓教会的时阵，是五个家庭，约略是十通的人来开拓一间教会。伫开拓的中间，因面对这间教会要成长，大家真同心祈祷合一来仰望上帝。上帝祝福就伫因的中间成长真紧，五十个、一百个、两百个伫迄个教会内面。总是当这间教会成长到底250的时阵，教会开始作些意见的，牧师的问题、中职的问题、分派、分动伫教会内底，必须教会内底，真侪人就离开，到底另外一间教会中间，求上帝怜悯，伫这个破空，伫迄个必损的所在。真需要咱谦卑做伙来祈祷，真需要咱做伙谦卑认罪伫上帝面前。每一个人的意见拢真重要，
但是咱需要来敲锤下伫上帝的心意，伫同心合意的中间，上帝就带来祝福；伫无同心、无合意的中间，教会常常就带来分裂，求上帝来怜悯咱。今日呢，兄弟姊妹，同款你有无同款的恩赐？咱需要伫主的厅内底合一，做伙同工，同心来服侍。他掉伫迄个破空、迄、那个必损破起来所在，互咱用陪伴、安慰、鼓励、带导，互咱的教会、互咱的家庭来承接上帝疼痛甲祝福。我期待咱要成做一个踏掉伫迄个破空的所在人，亲像圣法兰西斯也祈祷安尼讲：主啊，互我成做你和平的器皿，就是伫迄个万分的所在，我伫遐也着主的听；伫迄个受创伤的所在，也着下边；伫迄个怀疑的所在，也着信心；伫迄个绝望的所在，我伫遐也着盼望。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我也着光明；在那个悲伤的地方，我也着上帝喜乐。恳求上帝加添咱的开眼，让咱真做脱掉那个破壳必损的地方，当心来祈祷。祝我的上帝，愿在你面前又一次认罪悔改，求主你的宝血来赦免。每一次我们看到那个不好的地方，若不是不管，就是真意爱到处宣扬在我们的中间。祝我们又一次通过你的宝体、你的宝血在我们的中间来赦免我们，让我们真正意爱谦卑合一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成做一个爱安慰人、陪伴人、鼓励人踏掉那个破口的所在人。主啊，我们的教会需要你的怜悯，上帝，你的教会要让我们重新经验上帝疼痛和祝福，是通过我们正兄弟姊妹同齐欢喜谦卑服侍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在教会中间最最这些破壳必损的所在，重新和主的宝血来赦免甲医治。求内主愿你赐福伫阮的中间，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来吟圣诗219首。